三四五头，看那西米哟里，算那努库莫里哟。为了爱，人类能够非常温柔，也能非常坚强。不杀一只小虫，不折一枝花，并没有人这样度过一生的。所以，不论是多么善良的人，也会无意间做点坏事。这就是活着。小宇宙永远燃烧着，这让世界充满了希望。不论生存在什么星宿下，都会活得很精彩。虽然会留下伤痕，但那是为了更好的成长。沙织小姐，我们会永远守护你的。这个粉丝一直都在呼唤大东。对对对，我只能说真的非常感动，因为他们的力量让我可以跟经纪人呢多凹一点，说哎，我可不可以跟剧组请个假，然后赶快来参加《我爱二次元》的。听说这一期是最后一期了。是的，我赶上了，所以特别感动。那其实这一季只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，但是我相信梦想一定一直在路上。但你能来啊，实在太重要了。我爱二次元这五个字其实不仅仅是一档节目的名字，对，对于大东来说的话是你心目当中从小到大一直以来的一种信念，对不对？应该说这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情怀。那二次元的文化跟世界都陪伴着我们成长，所以我爱二次元这个节目呢，包括开幕的第一个记者会我也有来参加。今天来呢可以说是有始有终。是的，哎呦，这话说得太好了，有始有终也是一种坚持，很多梦想就一直在追逐，从来没有。生活当中，大东，你算是一个宅男吗？我常常呢潜伏在各大漫展之中，所以我发现下面拿空棒的所有小伙伴好像很面熟哦。
那大东也将会陪伴大家一起作为次元梦想加持人，整期我们的决赛都会一起来见证梦想。其实我觉得可以到最后的每一个团队或每一个个人，他们都非常的优秀，那我觉得今天可以来见证这一刻其实是我的荣幸啊。那我觉得喜欢二次元的朋友，不管是喜欢或者是刚认识的朋友，我相信这个次元是没有墙壁的，所以呢今天我就要来见证这个二次元之心。再次感谢大东为所有梦想的鼓励和加油，那接下来就将会有请参与到决赛的各支参赛队长和嘉宾队长。让我们有请狂热一族队长兰陵萧萧声，嘉宾队长倪虹洁。勇往直前，说到做到。秘法部落队长扶苏，嘉宾队长音频怪物。九转攻城，秘法制胜。亡灵战队队长 GDC， 嘉宾队长小梦。亡灵重生，王者登基。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在我们的 Game Over 的宝座上还坐着两位队长，让我们欢迎曹云金、李一桐。是的，在他们旁边大家还看到了时光机和雷神狗，有没有？今天你们俩的战队叫好好学习战队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口号？我们的口号是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你们的心态这么轻松，但场上的各位参赛队长和嘉宾队长他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应该是也带着对胜利的渴求和期盼来的，所以他们现在都憋着一股劲儿。而且我知道其中今天有一位队长甚至还要参与表演，他们真的是为了荣誉拼了。好，究竟是哪位队长，我们一会儿再说。每个人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自己的信心好不好？高校你先来。好，那么我在第一期的时候就说，作为一个舞台党，我一定会为我们现场一个真正的二次元的舞台演出，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像火影的宣言一样，勇往直前，说到做到。狂乐一族最棒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对我的队员非常非常的有信心，所以我觉得不管今天的结果怎么样，我和他们都已经很满意了。我只想对我的秘法部落的队员说一句话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我希望今天我们能拿到一个让我也让我战队满意的成绩。不管结局如何，只要玩得开心，演得开心就好。请享受这个舞台，因为你们是最棒的。谢谢各位，我们的二次元巅峰之战马上开始。打开陌陌看直播，附近大神就是多。本节目由给鬼畜视频提供素材的视频社交 APP 陌陌独家冠名播出。此外，我们的选手将会在陌陌直播平台开启直播，大家可以上陌陌直播为自己心爱的选手加油打气。看陌陌直播，发现更多精彩的二次元标签。陌陌直播助力每一位二次元人的梦想。同时，本节目有明星旗舰 vivo X9S 手机联合特约播出，2000万柔光双摄照亮你的美。同时，本节目还有师傅的不要不要的 free 飞赞助播出，北纬37度，每周阳光纯棉，天生舒服。